啊，我给你的衣服今天会不会穿？然后前面这个是蛋。你多喝一点啊。要不然就四个一起喝啊。这有点重哦。家的王八羔子。看起来很干。这年轻人，我操的，三五十岁啊。你们看，这种勾芡的，你们都没有人教啊？鱼翅还有吗？原来屏东的喜宴这么豪华，五个人不给不输给人家做十个人，我们那客人速度也很快。没有啊，我们这边看起来是五个人，其实做十个人。谁？你啊！你啊！降头，降头还没那么过分哦！你他妈直接鱼肉从腮边还有鱼肚给我干下去了！当摄影师就手比较短哦。鱼是不是不能翻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你又不是在船上。这一桌太猖狂。有大尾哦。大的，我看你这样盯着我，一定是想说我手已经碰了。真好，你会有福报，谢谢。我们围成一个圆，好，来，掉线，来啊，一，好，一，二，三。那我给你的衣服今天会不会穿？有机会。来来，搞一搞，搞一搞。
穿到，你有把冰放进去吗？冰也是一道啊。先气炸吗？对。你要跳我说大。Ya no estás.